警方喺添美道集会中拘捕嘅其中两个人，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。警方展示检获到嘅武器，包括咗两把8寸长嘅刀、一把军刀、刀片同埋喷火枪等等。警方话呢批武器系喺两个13同埋14岁嘅学生身上检获。当时佢哋喺立法会对出嘅添美道参加紧反对新界东北嘅集会。在集会现场的警员发现有人藏有武器，于是拘捕他们，调查他们的动机。公众集会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同事在现场，我有同事是很机警地发现到其中一名男子他身上藏有一个铁锤，然后就通知其他同事到来增援的时候再拘捕他，拘捕他然后在身上发现其他的武器。他的铁锤是拎着的？铁锤是袋在袋里面的，他是件衣服揭起的时候被人看到，裤袋是裤袋的。